哎呀哎呀哎呀，进去了进去了，大家看他从另一个毛毛村，哎呀，出不来了，厉害了我二姐，啊，出不来了。之前可以钻进去了，然后或者他就是抱着玩的这种的，他小的嘛，长得挺快的，就给他弄出来了嘛。哭的那个隐患不太足，因为他随着他的那个体型增大，可能就造成了这个现象，以后我们会注意的，暂时不会用了。太长得特别大了，装不进去的时候，也许还会再给他用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